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的一个新发现，一个耗电大户，以前没发现。这是什么呢？那就是小爱同学的语音唤醒。在用这个小米手机之前，我用过苹果，也用过华为，但是我从来不用语音助手，没这个习惯，感觉很鸡肋。但是自从用了小米手机之后，很多网友都推荐我使用小爱，我也用了一下，感觉真不错。给各位举几个例子吧，我经常用的。小爱同学，今天天气怎么样？明天天气怎么样？今天下午会不会下雨？今天适合穿什么衣服？10分钟以后提醒我。打开风扇，关闭风扇。明天早上5点叫我起床。小爱同学，1+1=几？还有就是当我开车的时候，使用导航时想要听歌，可以这么跟小爱说：小爱同学，播放我收藏的歌曲。我没想到这玩意儿这好用。就是因为这个小爱同学的唤醒功能，我猜测或者我感觉这个唤醒是耗电大户，或者耗电很严重，特别是在声音比较多或者声音比较嘈杂的环境中。那我是怎么发现的呢？上周我重新安装了这个 MIUI 13.0.7 的稳定版，这几天我一直在观察这个电量的变化，我就发现啊，中午吃饭的时候在优酷看刘老根4的时候，这个掉电很严重。另外晚上我在刷碗的时候看 B 站的直播，掉电也很严重。我在晚上睡觉前刷会抖音，掉电也很严重。这三个应用三个场景，它的掉电都是十分陡峭的，而且我观察了3-4天。我们看片或者看直播的时候，屏幕是亮的，它得联网，其他好像也没什么了吧。现在的手机解码器都是很稳定很健全很成熟了，它不可能耗太多的电。就在前几天，我看新闻说是语音监听的话题，后来我就把小爱同学的语音唤醒功能给关掉了，需要用按键唤醒。自从关掉了小爱同学的语音唤醒，你们猜怎么着？从优酷看刘老根4，从 B 站刷庄机缘和老冯的直播，还有晚上刷抖音看直播。虽然这些应用这些场景它还是掉电，但是掉电的那个曲线没那么陡峭了。除了这三个场景，我日常回回微信、看看头条、常规操作，它这个下降的曲线也没以前陡峭，而是变得更平缓。那这说明什么呢？和小爱同学的语音唤醒有很大关系。我没有证据，只是我的一点点感受，你们也可以试试。最后说一个我的发现，那就是后台的省电策略。手机系统会给每个应用一个默认的后台省电策略，默认都是智能限制。它写着智能，但实际上它不是很智能，因为有的软件它不那么听话，或者说有些软件的某些版本它不那么听话，它就爱在后台待着，10分钟、20分钟它都在那儿待着，你不用它也待着，占内存，增加热量，增加功耗。这样呢，就需要我们手动设置一下这个应用，可以给它改成10分钟以后关闭。我现在要点个名，比如今日头条。以上就是我对小米手机省电方面的一些经验和感慨。总之有一个原则吧，手机内存是8G 的，平时占用越少越好，越低越好，多了耗电快。后台的应用程序多了，占用内存高了，耗电肯定会快。还有一个就是手机温度，手机温度越低越好。手机为什么升温呢？除了太阳晒之外啊，或者你给它充电，日常使用它不可能那么高温，除非它在高负载，它拼命去运算的东西。如果我们只是看个微信、刷个抖音或者看看视频，它功耗没那么高，它肯定是哪儿出了问题。如果只运行一个程序，一般问题不大，就怕后台驻留很多东西，或者你运行过某些东西没有彻底清除、没有彻底退出，跟现在的应用产生了冲突或者产生了缠绕。我的观点就是，后台应用软件开得越多，越容易出问题，所以说把不必要的都关掉。这时候就不得不说说有一个叫内存扩展、内存融合的技术。我这个手机是8G 的物理内存，好像是从 12.5 开始吧，它给多了一个3G 的扩展内存，就变成8+3 11G。 那3G 其实是硬盘，硬盘呢有 256G， 多给它3G 倒无所谓。这个扩展内存我也一路用下来啊，除了小米手机，其他品牌的安卓手机也有这个功能。我说小米，说我的感受啊，同样我这款手机，不同的系统版本对于这个扩展内存的支持是不一样的，有的是正优化，有的是负优化。所以说也不要说有这个扩展内存就好，或者说没有这个扩展内存就好，
因为通过我的实际使用发现，刚开始的时候我建议把它关掉，因为什么，如果把它开开，手机在运行的时候很卡，刚开始的卡，用着用着也卡，反正一直在卡，后来我就把它给关掉了，因为我感觉可能是硬盘速度会慢一些吧。关掉扩展内存之后重启手机，各种应用的速度都回来了，特别快。最近这几个月我发现这个内存占用很高，我一直用的是 8G， 关掉了 3G 的扩展，软件应用用起来很卡。那天我闲的没事，我把扩展内存给开开了，开开了之后你们猜怎么着，速度特别的快，那种顺滑的感觉又回来了。而且不仅如此，我平时就用那几个应用软件，在没有 3G 的扩展内存的时候，这个 8G 它有时候会占到5到6G， 但当我开启了这个扩展内存，它变成8+3 11G 了，还是那些软件，还是那些应用，它只占用4多G， 有时候还会变成3G。 你说这个上哪说理去？所以说我们作为用户来说呢，我建议啊，系统给咱们开的像这些功能能开就开开，除非出了大问题变得特别卡，咱们再给它关上。一般系统都是经过优化测试过的，还是跟着系统版本走，默认有时候会好一些。我刚才说的那个后台智能限制那个除外啊，那个不是系统的问题，可能是系统没有那么智能，让一些不听话的软件我们需要手动给它关掉。但是对于内存融合、内存扩展，因为这个技术也有一段时间了，我感觉也比较成熟了，现在的很多软件开发者应该都是在有这个扩展内存的环境上测试的，你没有开这个扩展内存可能会被忽略，会导致不好的体验，这是我的看法吧，仅供参考。好，以上就是我用小米手机快2年的一些使用感受，希望对各位能起到参考作用。欢迎关注小白的宝箱，我们下次见。